我为了赚钱马活我都干过，虽然住着小洋楼，但是房子挺破。我有一个信用卡，钱还剩八块多。虽然开辆小卧车，可那是老板的。虽然工作体面，挣的可不算多。您挺实在。女朋友很漂亮，随时可能散伙。这是为嘛？她倒乐意，可她父母看不上我。您别难受。我老大不小了，还嘛也没有呢。离了别急。我表面上不在乎，我心里上火。钱能使鬼推磨，可钱多了也没治，就是灾祸。为了赚钱犯法的事儿别做，犯法的事儿别做。成功的人一定付出很多，一定付出很多。发财了您乐，您乐。赔了钱别难过，难过。常言道人一生总不能为钱财活着，说好啊。马上得往开手想，知足者常乐，这就是我的快乐生活。我的快乐生活，快乐生活，跟你来说说我的快乐生活。我为了赚钱马活我都干过，虽然住着小洋楼，但是房子挺破。我有一个信用卡，钱还剩八块多。虽然开辆小卧车，可那是老板的。体面挣的可不算多，您挺实在。女朋友很漂亮，随时可能散伙，这是为嘛？她倒乐意，可她父母看不上我。您别难受。我老大不小了，还嘛也没有呢。离了别急。我表面上不在乎，我心里上火，可谁谁都上火。虽说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可钱多了也没治，就是灾祸。为了赚钱犯法的事儿别做，犯法的事别做。成功的人一定付出很多，一定付出很多。有钱了咱乐，咱乐。没了钱咱也乐，也乐。常言道人一生总不能为钱财活着，说得好啊。马上得往开手想，知足者常乐，这就是我的快乐生活，我的快乐生活。嘛钱不钱的，乐呵乐呵得了。杨哥，我求你点事儿行吗？嘛事儿？从小到大，你嘛都比我强，我嘛事儿都得求你。现在呢？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，我有钱了，我也有比你强的时候。杨哥，我想求求你，你也求我一回，行吗？求你？我凭嘛求你？我就不求你，我急死你。杨哥，你就满足满足我吧，求求你，你就求我一回，你让我痛快痛快行吗？让你痛快，你痛快我不就不痛快？我忙活三十多年都没发了财，你这嘛也不会，一下就发财了，我这还一肚子气。别看你现在比我强，我还绝对不求你。杨哥，我知道你有志气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，你求我一回吧，行吗？你干嘛非得让我求你呢？我求求你，别让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杨哥，你求我一回怎么就不行呢？杨哥，我给你钱，我给你钱，我求你，你就求我一回，行吗？你给我钱，你给我钱，我也不求你。我求完你，我能发了财是怎么着？行，你别求我，还是我求你吧，杨哥。听我的，
把那保碗辞了，出来跟我干了，咱俩一块儿发财。跟你干？你连自己都不知道干嘛，我跟你怎么干？谁说我不知道干嘛？我都想好了，咱俩都会开车。我呢，我买一辆汽车，然后咱俩一块跑出租，行吗？那玩意儿能赚钱吗？当然挣钱了，好多大款都是从跑出租发的财。找谁呀？香港有个大款叫李嘉诚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他过去就是跑出租的。还有个叫啥来着？叫鲍玉刚，他也是靠跑出租发的财。你给我听，不知道别在这瞎说，知道吗？人家李嘉诚是靠房地产发的财，鲍玉刚是靠船发的财，不知道别在这瞎侃。真正靠开出租发财的是美国那比尔盖茨。甭管谁了，反正我打听过了，那跑出租肯定挣钱，一个月好几千了，比你干的保安强多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就说干不干吧？干，我得再琢磨琢磨。真难吃。杨哥，我说那事儿怎么样了？条子，不是我不想跟你干，说良心话，我是怕你这人没谱。怎么会没谱呢？钱我都准备好了啊，只要你把保险一辞，咱立马就买车开练。你等我再琢磨琢磨吧。琢磨什么？用得着琢磨吗？条子那人办事你还不知道？告诉你啊，不能辞职。谁说辞职？这不跟你商量。其实我心里也没底，不过要看这回这意思，条子想要干点正事儿。什么正事儿？条子那人办事儿最没谱了。你别老拿老眼光看人啊。条子说了，先给我买个车，人家把钱都准备好了。条子给你买车？条子凭什么给你买车？我们俩商量好了要跑出租嘛。跑出租能挣着钱啊？挣钱呢？过去人李嘉诚啊、鲍玉刚啊、比尔盖茨都是先跑出租挣的钱吧。你呀、啊，比条子更没谱。嘛也不信，讲的嗨，你讲嘛？那是我的炮，你红黑都看不出来呢。啊，行，你这炮给你放了不完了吗？来，来吧，我不走了。你看好了，你走这块。啊，小齐呢？哟呵，哟，老板，你来一盘？你们来吧，我这么忙，哪有功夫玩啊？赖哥，啊，跟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会开车吗？不会。八年头了还不会开车呢？我没车会开吗？你没车我有车，你让我给你开车？不是，你给我开车，你要会开车我给你投资，咱一块跑出租啊。那先开出租挣钱呗。挣钱？我那外甥就是跑出租的，一个月好几千了，听见了吗？真的，真的，哎，那我明天我可去开车去。
哎，大哥，我得问你点事儿。干嘛，大哥？哎，你知道哪个联盟开车最便宜？这我还真不清楚。怎么的，要买车？我哪有钱买车？不买车学开车干嘛？条子让我学的，他要买车，他让我学会跟他一块开出租。啊？他就让您跟他开出租去？我跟你说，大哥啊，你呀、别学了，他那车有人开了。人开啊？谁啊？不知道。你就胡说。没错，我让他学的车。你这老不辞职，我等得起你吗？谁不辞职？辞职，辞完了以后你不买车，我不傻眼了。谁说我不买车了？只要你辞职了，咱立马就买车呀。我呀，还是等你先买了车，我再辞职吧。我买了车，你辞吗？我辞。真辞啊？真辞。行，明年我就买车去。啊，明天我就买车去。亮哥，这车怎么样？行，挺好的。哎，要我说，既然咱都花钱买车，就不在乎再多花两万，是吧？咱上旁边再看。走，走。天哥，这车怎么样？好啊，不过我觉得，也就是再加几万块钱的事儿，又能提高一个档次。咱往旁边看看去。走啊，走啊，走。这么些钱都花了，咱上旁边去看。这车怎么样？好啊，咱上别墅再看看去。走啊，走。天哥，这车怎么样？好啊，既然要是这么些钱都花了的话，就不如再添几万块钱上旁边看看去。走啊，走啊。杨哥，这车行吗？定，就是他了。这车多少钱？售价人民币135万。二位您太有眼光了，这是奔驰全新的 S350， 拥有奔驰最全新的技术，包括7速变速箱、全新的发动机以及最新的气动悬挂。
来，二位先感受一下。人呢？到底买不买啊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不是我说，你瞎转悠嘛？这车不挺好的吗？这不你带着我转悠吗？别转悠，就是他。定了，就是他了。杨哥，你也看见了，车我已经定了，现在就看你了。放心，我现在就去辞职去。杨光，听我的啊，不能辞职，现在汽油涨价了。哎呀，别玩了，说正经事儿呢，出租车不好干。对，大头说的太对了。哎，得跟人家说好了，买车的定钱都交了。没关系啊，你撒个谎，请几天假，啊，出去干了，行了，就不干了，不行再回来继续当保安，留条退路。别玩了，吓我一跳，我这脑子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不去巡逻，跑这儿坐着干嘛呢？啊？队长，跟您商量点事儿，我想请假。阳光啊，你怎么一天到晚总有事儿啊？请什么假你？咱家装修房子。哎，说清楚啊，你们家。啊，是我们家，我们家装修房子，我想跟您请假。请多日子？先弄一个月吧。啊？兄弟，告诉你啊，搬位的事儿我都办好了，咱可以把车提出来，我就干活去了。杨哥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。嘛事儿？你说。咱把车退了吧。干嘛？最近汽油涨价了，我觉着。我要是给你买个三轮灯灯，也挺赚钱的。你死去吧你！你死去！你给我死去！我死去！杨哥，你别走去呀！杨哥，哎呀，那上来吧！杨哥，你给我走！杨哥，你听我说，杨哥。杨哥，我这人说话算数，说买咱就买。怎么样？这车还行吧？好啊，这车经济实用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天津车有嘛毛病都修着方便。没错，这车还省油呢。哎，兄弟，咱说点正事行吗？咱这车也买了，咱得办手续了吧？办嘛手续？咱不要跑出租吗？咱得办出租的手续。不办手续？啊？你知道办手续花多少钱吗？那花钱也得办呐。你不办手续，人家不让咱跑出租啊。怎么不让跑了？你跑你的，根本没事儿。哦，合着我这跟你干黑车来了。黑车怎么了？能挣钱不完了吗？有这么句话你知道？什么句话？甭管是黑车还是白车，能挣钱就是好车。啊？怎么不走了？下来干嘛？有你这样办事的？你这不坑我吗？你我怎么坑你了？当初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让我把工作辞了不干了跟着你干，结果是开黑车。你能挣钱不完了吗？那让人逮着怎么办？放心吧，逮不着，只要你小心点，别往枪口上撞，肯定没事儿。那出了事儿呢？出事了也甭怕，男人嘛，敢做就得敢当。再说了，除非你开车撞人，否则顶多就罚点款。哎，我一哥们儿过去也是干这个，人家都干了好些年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还没出来，进去了。他跟咱不一样，他开车撞警察了。那我要撞警察，那就跟他一样了。你说的嘛呀？这是你那技术我不知道啊。你没问题，肯定出不了事儿。我就问你，要真出了事儿怎么办？真出事儿，往我身上推，扣车罚款由我呢，行了吗？你说的啊？我说的。你说的？我说的。
我这心里有点事儿，我还是得跟您说道说道。嘛事儿您说。有这么句话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咱俩还是把钱的事说清。行啊，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。痛快兄弟，好啊。哎，咱就是干起来之后要挣了钱了，咱说这钱怎么分？怎么分？我先算算行吗？算。比方说一天挣500，一个月是15000。一年呢，您您等会儿再算吧，咱挣不了那么些个。咱们挣不了，我打听过了，干这个一个月挣不了20000，就算赔了。就算挣20000，那这一个月下来，咱挣这20000块钱，咱说清楚，咱怎么？你看啊，这车呢，我买的，对吧？车坏了，你修？我拿嘛修？车坏了我修。罚款你盯着，我可盯不住啊。罚款也我盯着，我怎么也得拿大头啊。不过咱俩这关系我也不能太黑了，我觉着吧，咱说那些都没有用，你就说清楚咱这钱得怎么分。这样吧，9亿，我就你1亿，行吗？你说什么？8二，我8你2。怎么又听了？杨哥，你别走啊！你要不乐意，咱再商量嘛。这样吧，骑三开，我骑你三，行了吧？6-4开，我6你4，行了吗？5-5开，一人一半，行吗？你说的啊。你逼的。亏点亏点吧。你亏嘛？你亏。刚停下来，人在呢。刚停下来，停下了。刚停下来，人在呢。刚停下来，停下了。刚停下来，等会儿。人在呢。刚停下来，人在呢。刚停下来，停下了。刚停下来，停下了。刚停下来。知道为什么拖你车吗？那个不知道。嗯？知道，我们闯红灯了。什么闯红灯？懂交通法？你们那叫违章停车。对对对，违章停车，那个我们错了。警察同志，您放心，我们下回再也不敢不乱停车了。下回再也不敢了。下回注意啊！您把车钥匙给我吧。着什么急呀你？去，先把这罚款交了去。没挣钱的先罚上款了。你别急，这不破财免灾吗？免嘛灾？这罚款怎么算？有嘛怎么算的？不你说好了吗？罚款你盯着。我说这干嘛？你下回小心点。你放心吧，没下回。夏丽，看门口这车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哎，你们这车办出租手续了吗？没有，先这么干着呗。没办手续你敢开啊？这不成黑车了吗？条子说了，没事儿，出了事儿赔了钱都算他的。
咱是干仗。也就你信他的，我跟你说，这出了事你根本就跑不了。有嘛跑不了的？马路上过来过去这么多车，谁知道咱开的是黑车？赶紧干活。老板，外面那车是你的吧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拖走了，快看看去吧。哎呀，这刚停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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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呀，这刚停下来。刚停下来，哟，怎么又是你们俩呀？怎么又是您呢？知道为什么拖你们车吗？知道，我们又违章停车了。刚罚完款，又犯。哎，您放心，我们以后。注意不乱停车了，下回再也不敢了。下回注意啊，一定注意。你把车钥匙给我，别着急呀。去，先把罚款交了。还没挣钱呢。发两回款了，怎么开的车？我也没想到点儿这么背。没事儿，破财免灾。没错，是破财免灾，我破财你免灾。放心，下回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事儿了。那下回呢？这回罚款怎么算？有嘛怎么算的？不都说好了吗？罚款你定着。说这干嘛？下回小心点儿。放心，没下回。去年七月一号百日湖啊，75一个月啊，那么说吧，反正一人喝200块钱。早干啥？不涨呢？说实在的，怎么过呀？不涨你怎么着？大哥，赵白，聊天呢？啊，呀，新啊，阳光，你买车了？哪儿啊？这是条子买的车。我是给他打工跑出租，他投资我干活，联合致富啊！哦，我们这条子不让我学车，感情你给我顶了？顶嘛呀顶！干这玩意挣不了多少钱，也就图个用车方便。赵白，大哥，以后用车说话啊！打住吧，我们掏不起钱坐你车。提钱干嘛？家门口能提钱吗？你们坐车能找你们要钱吗？真的，往后有事儿我可真找你了啊！这还客气吗？这不现成车在这摆着呢吗？哎，哎，杨哥，你忙吗？哟，赵呗，还行，不算太忙。你拉我一趟怎么样？赵晚，您去哪儿？拉我上亲戚家串个门。您亲戚住哪儿？这不远，就前面这胡同。前面这胡同这么两步，您坐车干嘛？走着去不完了吗？不，关键不你有车吗？我要这面子。您要这面子，赵晚，我跟您说啊，这个车呀，它是挑着买的。我们俩呀，他在这儿。打住！我给你钱。不是钱的事，赵晚，这个，您上车。好嘞。赵白，车怎么样？行，哎，停！怎么地了？我晕车。怎么刚上来就晕车呢？不行，我要吐啊！你别吐，赵白，你嗨，赵白，
赵白，你别吐这车，我给你停，我给你停啊！你别吐车上。来来，哎，谁的车？打着档了，敢停价，妥了，走。这好点了吧？来来来，吐吐吐。好点了吧？我给你买瓶水，你漱漱口啊。就这会儿。师傅，来瓶矿泉水。好。好点了吗？哎呦，下来好多了。这怎么会晕车呢？哎呦，以前晕车吗？以前也晕。以前坐嘛车晕？就坐这小车晕。坐嘛车不晕呢？坐公交车不晕。来，以前坐过这小车吗？没有。你别吹了，我心脏都快出来了。来来，漱漱嘴，漱漱嘴。哎哎，岗亭下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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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岗亭下南，这岗亭下南。岗停下来，岗停下来，岗停下来，岗停，岗停下来。怎么还是你们俩呀？怎么还是您呢？我算服了你们了。你们是不是违章上瘾呢？我也算服了您了。您是不是拖车上瘾的？别拼了，知道怎么处理吗？知道，就是您不用给我钥匙，然后我交罚款去。真聪明。行，进吧。你还没签字呢。这你记得倒挺清楚的啊。拿着吧。你怎么弄的？会不会开车？我怎么不会开车？会开车老违章，这能怪我呀？就这拖车好像天天盯着我似的，怎么甩都甩不掉它。没办法，点儿太背了。没事儿，破财免灾呗。你得了吧，破财免灾，老这么破财，我该破产了。放心，下回不会再发生这种事儿了。那有下回怎么办呢？要有下回啊，要有下回你不用交罚款了。这还差不多，咱这车也不要了。你说嘛呢？大哥啊，干嘛这么走那么急？上班去，骑完了班车赶不上了，这一迟到这个奖金就完了。大哥，着嘛急？上车我拉你去。这合适吗？有嘛不合适？街坊大哥怎么地了？啊，算了，我还是自己走吧，我上班劲儿太远。哎，有嘛远的，一小时就到。那不好意思啊。我跟你说，这车磨合期刚过，正好的时候。
再圆的道有七车那叫圆道吗？我啊，嚯，够利索，都上来了。大哥，咱去哪？就百花巷。好嘞。大哥，你这还去哪？这是去静海那条路。对呀、啊，往前走不静海吗？哦，咱就顺那条路走吧。你去静海？哎，不是，甭管，你走吧。大哥，咱这到了静海了，咱还怎么走啊？哎，这离沧州还远吗？过了静海，前面不就沧州了吗？对，咱就往沧州那方向。你去沧州？哎呀，不是，你到底去哪？你说清楚了，大哥。哎、你甭问，早晚一到你们就知道了。我说大哥，这都上了高速了，我这一箱油可就快没了啊。不是你说明白了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别急，快了。哪儿呢就快，您说清楚，你要去哪儿？您说呀。吴桥。吴桥。你又到那儿上班去，大哥？没有。没有，那大老远的跑吴桥干嘛去？咱上那儿干嘛去呀？我们单位组织往那去旅游，我去完了，你非得让我上你的车。咱们这就来了吗？不是大哥，我这还有事呢。我开着个车，我怕大老远跑吴桥去。我这一你就别说了，咱不就已经都来了吗？你说那还有嘛用？说是这儿吧，没错，就这儿。大哥，你回去吧。哪我就回去吧？你借我俩钱吧。借钱干嘛？你不借钱我回不去了。啊？要不你等我两天，咱俩一块回去。娟娟在是要小产，赶紧去医院呢。在哪儿呢？在床上躺着了，快走。娟子，忍着点啊，娟子。来，快，忍着点啊，娟子啊，阳光，快，哎，忍着点啊，娟子。娟子，忍着点啊，咱马上就到了，好吧？哎，哎，阳光，注意点红灯啊！哎，别怕，哎，好闺女，别怕啊！顾不了这么多了。哎，好闺女，别怕啊！徐大王，你坐好了啊！有一辆蓝色夏利闯红灯，车号为京A45011，请注意拦截，请注意拦截。娟子。忍着点，娟子啊，咱们一会儿就到了，好吧？别怕，别怕啊！前面注意，前面注意，有一个蓝色夏利车闯红灯，牌照为京A45011，请注意。明白，明白。到了，马上就到了啊！忍着点啊！忍着点啊！阳光，快！娟子，忍着点啊！哎呀，来，忍着点啊！妈，忍着点，娟子，忍着点啊！娟子，来，哎。
就这车。我们已经找到这辆车了。老杨啊，今天呢，多亏了阳光这孩子，要不然呢，娟子就有危险了。这不是他应当做的事儿吗？老杨，这是娟子给你的钱啊，说是呢给杨哥的汽油费。什么汽油费？我们也不能收。您呢，必须得收下。这阳光啊，他也不容易着呢。他再不容易，我们也不能拿您的钱。我不管，也不是我的钱，嘿，这是闺女，非得让我把钱给你们送来，您收下，我走了啊。这老太太，爸，这一百块钱怎么回事？哎，齐大妈刚才来了，说这是她闺女给你的汽油费，给一百，多了。多嘛呀！今天拉着他姑娘去医院，闯红灯，交警队罚了1000。啊！大光，你可回来了，给我拉趟大直锅。杨光，拉我去趟咸水锅。杨光，哎呀，我等你半天了，你拉我去趟隔锅怎么样？我有急事儿，我真有急事儿，我跟你，我不是跟你闹着玩，我有急事儿啊！行，我想去趟韩国，我有急事。大光，我去韩国。去咸水锅，我去韩国。我大光，大光，我去韩国。杨哥，呀，车钥匙给我。干嘛？给我。行啊，生意不错，跑10000多了。挣多少钱？咱分分吧。没挣钱，挣嘛钱？净打油钱了。你少来这套，把钱拿出来。拿嘛钱？我真没挣钱，我身上没有钱呢。你怎么不信我没挣钱？不信你翻我没有钱吗？真没劲。我想找个老婆，和我一起生活。老婆，老婆，我要找到老婆。
生活。那个女人要是做了我的老婆，我会让你高兴成天乐呵呵。嗨，咱嘛也别说了，我真爱你。